欢迎大家来到云海日光浴场。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我们今天有水炸弹的挑战项目。哇！这就是我在跑男最想玩的东西。有水了！哎呀，那今天就是请多尝试一下吧。来吧，先来一盆，先来一盆，先痛一痛。为了让大家在这个环节能有更好的表现，我们在开始任务之前请到了我们的啦啦队来为大家加油打气，有请他们登场。跑过来慢点了，对了，没有音乐啊。嘿嘿，音乐没有啊，有点干。这个就是像那个 MV 把音乐没有音乐真的是动大动大动大，哎，有人乱了节奏。你看第一排右边第二个一直跳错啊，没曲干跳确实难为他们了。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没有音乐的加油操好阴阳怪气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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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？大家应该感受到了无声啦啦队为大家带来的热情了吧？感受到了，只能说是阴阳怪气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今天的第二项任务。所有成员在水炸弹下就位。观察屏幕中图片的变化，在十秒钟内，图片中会有一个地方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。只要场上有三名成员回答正确，则此题结束，其余人接受水炸弹。太难了，这对我来说跟刚才那个枪的那个没有什么区别。还好今天没擦发际线粉。啊，我擦了。哎。哎呀，好高啊！这个一下子下来多少水啊？就是突然哐，像冲厕所一样的。冲厕所。对。来，请看第一题。还是真看不出来呀！啊？啊？接到。好，都没看到啊，来继续。打开呀、啊啊啊、看来答正确、回答正确、请继续。没啥变化呀。有变化吗？没有啊。答没了，哪儿变了呀？哦，颜色变了。啊，看出来了，蓝的变绿的了。现在看出来管啥用啊，哥？现在看出来晚了。啥别说了，戴眼镜。啊衣服掉色还是我什么呀，你的眉毛没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题啊。是不是不要把它当成一张照片看会好一点？好像是啊。啊！来，请继续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啥呀？我知道了。
儿了？这回太快了，这回有点。回答正确。不会是大眼睛啊？哦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白鹿先举牌，说那个编织的那个笼子，啊，多了一个笼子，多了一个，我们都看不出来，我们是瞎吗？哇，我去，这么明显我都看不出来，这么大呀！痴呆的前兆啊，这个我都看不出来啊，我也是最后那一下看出来，我是瞎了吗？我不玩了，什么鬼，你不玩你也得先淋个水。我们请就位，来吧，我都不想玩了。完了，又完了，别把我多出一人来，多个人。我先蒙一个，幸亏手里的喇叭。回答正确。啊！弟弟，你往哪儿蒙的呀？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啊！我知道了。是啊，对的呀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回答正确。回答正确。啊！没了。是坤坤那个喇叭吗？喇叭变颜色了。啊？没有啊？有。变了吗？变了。啊？变了。我没变啊。变了。不是吧？我看一眼，我们看一眼。哟。哦，真的，它后面变成了橙色。天哪！我已经怀疑人生了。来吧。每一次都是我，我就没有站起来过。每一次，我可不可以根据我的年纪，让稍微往前站两步？哎，给我们这种已经从头教到尾的人一点福利，好不好？给弱势的人一点福利是吧？对，给我们弱智不是弱势的人，弱势的人一点福利，好吧？说错了，我不愿意跟他们为伍。丢人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好，请出题。有东西变吗？哪儿呢？啊？啊？啊？不是，这个环节能换一个环节吗？啊。这个真的有变吗？变了。再放吧。好。伞不一样了。绝了。你别告诉我黑板报上多了个字儿啊。是什么呢？草更绿了点。草更绿，天更蓝了一点。不是视力的问题，是智力的问题。是不是加难度了呀？这个题跟大家说一下，是我们所有题目当中最难的一个。难怪。看出来了。你们需要提示吗？不需要。需要。不要。不需要。不要。不要。我承认我的愚蠢。需要。
这个变化是在画面的左边。画面的左边。画面的左边。就是这边吗？左上左下呀。告诉你得了。来，请继续。提示还是没有。刚才是玩了个什么？一二三木头人吗？所有人。也没有什么用。我先猜，我先猜。他们现在分了，红绿灯多了一点。回答正确。哇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偷听的，回答错误。哎，偷题都没偷了，我天哪！眼睛不好使，耳朵也不行，偷题都没偷对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啊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回答正确。Yes， 回答正确。什么？安慕希菠萝口味的菠萝上面的绿色角角长出来一个新的哟。来吧，哎呦，准备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水压的力量有多大？名牌都给吹撕了，你看，名牌都给吹撕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到最后一题了。这一题可能比较简单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。导演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不知道怎么给，颜色也没看出来。来，请出题。我的妈呀！我放弃了，真的又完了，好伤害人的自尊。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好难啊！带我去看病，这一期叫《奔跑吧看病》，再来一次吧。这题比那题难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。嗯，放弃了。来，继续。有变化吗？哎呀呀！啥呀？继续。完了，这个环节玩了个寂寞。我是朋友那条坐着。回答正确。哦。人和人是有差距的啊。完全看不见。继续。啊。真的看不出来，我真的疯了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谁看都没看出来了，基本上是没有人看出来了。再来一轮吧，再来一轮。来吧，来吧，来，继续。瞎猜我都猜不着。这么明显啊！我干嘛了？这是，再来一次。再放吧。来吧，再来吧，谁来？啊，我就不信了。知道了以后，我真的觉得简直是太明显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。我知道了，啊，我知道了，知道啥呀？这是，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，是啥呀？
是那个安慕希和中间那个有一个柱子没了。啊啊！有过柱子吗？柱子没，都看不见了吗？有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！啊！这么大一个柱子！啊！这么大一个柱子！别录了，带我们去看病，做 CT。没的不是柱子，是脑子。天哪！这些人都已经病得这么严重了，还在录节目，太残忍了。还在录，你看这都实话了，是。我没有一道题是猜出来的。没了，没了。咱仨从头到尾。点一个我在那儿坐，来这儿，我们俩从头到尾没动过，让我们仨人站一回行不行？让我们看一次嘛，真的很想看一下。他们仨替我们仨教一下，我们站一下。这样吧，我们让五个弱势就看一次，好不好？没有五个，现在是四个。四个弱势，来，请准备。哇！太不玩了，你还赢过呢，我们都没说啥。